三号场地即将进行的是男子单打比赛，由中国香港选手胡晕对阵中华台北选手许仁豪，裁判员彭海宁，中国发球裁判员瑞纳尼普尔。The match on court three is male singles between 胡晕 Hong Kong China and 许仁豪 Chinese Taipei.接下来，二号场地即将进行的是女子单打比赛，由印度选手塞纳内维尔对阵日本选手佐藤亚香，裁判员朱卫雄，中国发球裁判员马子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个是背，那就是他。
那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是不是？那五块钱。我到早就去，然后我姑姑她不拿我。四号场地将要进行的是男子单打比赛，由中国选手田富威对阵印度选手阿贾伊贾亚拉姆。裁判员王惠丽，中国澳门。发球裁判员黄宗远，越南。The match on court 4 is Mel Singles between 田富威 China and Aja Jayaram India.后场地将要进行的是女子单打比赛，由韩国选手金孝明对阵中国选手何冰娇。裁判员沈世杰，中国香港。发球裁判员马祖，印度尼西亚。The match on court 1 is women singles between Kim Yo Min, Korea, and 何冰娇, China.
Come on.